参选那天，匡衡已经说过，这是一场血肉模糊、万箭穿心的选战。2013匡衡当选立委，至今3200多天，如果有犯法、乱纪，早就被抓起来问讯、审判。但最近这60多天里，电视媒体、网络留言、社群软体累计超过10万多笔，铺天盖地对匡衡造谣、抹黑。我不会害怕，心中有理想，就不怕被摧毁；身边有乡亲，就不会被打败。1月9日，恳请大家给颜匡衡继续做事的机会。